人在倒霉之前会有什么表现呢？人在倒霉之前啊，他都会有一种表现。什么表现呢？有一个故事说得特别好，说有一头牛啊，耕地之后就回到圈里了，躺在那儿说了一句话。他说啊，今天太累了，明天想休息一天。这话没问题吧？但这话呢，让猫听到了。猫回头啊，就告诉了狗。猫说，主人对牛太过分了，给牛那么多的活儿，他可能不想干了。狗听了这个话呢，回过头就告诉了羊，说牛说了可能明天想辞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工作太累了。羊听完了之后啊，回头又告诉了猪。羊跟猪说，这个牛明天肯定是要辞职的，他说工作特别累，而且主人还总拿皮鞭抽打他。到了晚上，猪在吃食的时候呢，妇人就过来喂猪，然后猪就告诉了妇人，说明天牛辞职，说别人家的主人比你们好，你不给饭吃还总抽打他。结果这个妇人听了之后啊，回去就告诉了主人，说牛想背叛你，你怎么办？主人说，那我把他杀了。你看牛从头到尾他谁都没得罪，而且没说一句过分的话，那为什么这头牛就变成了一头倒霉的牛呢？因为这头牛抱怨了。抱怨往往是会被放大的，被人有心或者无心的放大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关照自己所说的话。通常自己的一句抱怨被放大之后，霉运就开始了。所以说，不抱怨就是好运的开始。